儿，我是架子姐姐。很多宝宝说想看刮香蕉的视频，今天呢就特意录制了一期。这几块动物水晶罩实在太可爱了，那就先玩这块斑点狗好了。水晶罩散发着香香的精油味，质感呢是偏软，所以发出的声音不是很大。哦，漏掉了挤压香蕉片的片段呢，所以决定再刮一块小熊。难怪你们喜欢刮香蕉，刮的过程真的好解压，感觉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透明的照片摸起来软软的，把它们挤成一团，那刮完的香蕉片呢也不要浪费，可以用来洗手和洗澡哦。如果喜欢刮香蕉视频的话，记得转发和点赞，我将会继续为你们录制其他香蕉视频。好啦，我们下期见。